吹成万能的芦荟胶，你还在为它胶质伤睡吗？芦荟胶几乎是每个女生的必备品，祛痘消炎杀菌，俗称万能胶。但是它真的这么有效吗？我们先来放显微镜放大看下，这是小麦买的市场上非常流行的某芦荟凝胶，取材放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很多气泡，这是添加的水及增稠剂，颜色呈透明色。在这里科普一个小知识，商家标榜的所谓的92%含量，不是有92%的芦荟原液，而是浓缩芦荟胶和水调和后的总含量，所以在购买时要正确分辨成分的含量以及成分的纯度这两个概念。 SWIFT 探索微观世界。